首先打开个琴盖，轻轻力推个抱架出嚟，拉起个抱架。在后面你可以调节你想要的角度，调完之后可以轻轻地推翻埋个抱架，打开埋个琴盖，咁就用得啦。如果你想升起个琴盖佢嘅话，左手可以摆喺个盖底，另一只手可以摆侧边托住，然之后用力推上去，开得越大，声音就会越清晰。最清晰就是用长棍啦，你可以放呢度，中棍同短棍就分别放呢两个位置。